还记得哎呦，我操！超速啊，都是五十米的速度，是你的、啊？没有男人的，男人都是走路的。衣服掉了还不知道，衣服都不要了。衣服不要了，都不要了，我靠！衣服不要了。其实他们有种人是误会了，他们以为他们都是要进去排队，其实他们只是冲着韩国玩具的。有你，有你，看那个，别烫着我！这个厉害了，一次世博会中国人的身体素质都上去了，这女的跑好快，这个女的很淡定的，让你们去，这个厉害，这个厉害，你们看到老头子也在跑，老头子在跑，牵着老太婆。哎呀，在这里。哎呀。这个跑得厉害了，有还牵着手跑。这么多人跑进去了，后面的跑有个屁用？他们是后坐力比较强。哦，你看这样跑得快一点，那个前面排队的白排了，一下子就被超过了。你看，好玩了吗？好玩了。才跑了两分钟就跑完了。另外一个不跑，另外一个讨厌。再见再见再见。另外一个讨厌，另外一个讨厌。团团你也认识的？什么团团？范丽龙呀！哦，范丽龙叫他团团的。他和我一起搞大班。老乐，他他妈傻。团团，咱们叫他吃饭，叫他傻子，爱啥？